来，我们小卢姐姐的安排，用心的地方，叫我们所有的新闻，所有的新书朋友，一路路幸福，步步桂林来相送。有进步，今生不离车，来做家孙哦，谢谢。你要到位无？我是本地就想要跟你讲一下话，开讲一下啦。哎呦，搁你吼，甲我问一下，我怎唔知要讲啥话呢？哎呦，我继续。我话你甲我问一下，我袂晓。那遐我来加一支，我就袂阁收济啊。袂啊，你就当作讲咱平常时咧讲啥啊，对无？平常时咱讲话咩咧趁钱啊，对无？无，遐怪怪啊。啊，咱讲怪怪。唔知呢，加加你遐支就感觉，一个。啊，平平你嘛是加一支啊？啊，无我这是手包无差。啊，平平嘛是拢加一支麦克风啊，对无？啊，不过有差。有啥物差别？有啊。你若当作讲哦，咱个姊妹婆咧开讲，你有事就好啊。我安尼，安尼豆豆会爬起来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哦，差不多是无大啊。为什么无大？唔知呢，就是还无想要行这条路。人要往前看的啊，对，要有上心啊。嗯，我是感觉唱歌就好啊。唱歌，唱歌无就是音乐的，你知道？无要紧啊，就唱歌最喜欢的。生活唱歌是伊兴趣的，对哇？系啊，伊嘛重点唔是讲为着钱。嘛是为着钱啊，嘛是为着钱哦。对啊，我嘛是讲你若唔是为着钱的话，你今日薪水都卖了。无啦，嘛是一定为着钱。你今日薪水卖了话，当哦嫁夫啊，嫁夫出来啊。是吗？系啊。哦，嫁夫出来就爱心吗？哈？干嘛生利息？诶，若要生利息的话哦，我讲的爱嫁，即卖一千块，一千块嫁有够嘛？无生利息钱啊？生零点零零零零几？没有啊，零啊。就是零啊，是哦，无多少钱啊，囝啊，是啊，又有一个限制啊，差不多要上哈三万哦，三万起才有他先哦，三万起才有利息钱哦，哈，啊，你是要我来拢就忙啊嘞，我拢加几百块啊，因为拢生活钱啊，囝出来，哎，在耳根我读国小时阵啊，啊，过年时啊，是不是大人会互咱红包？对啊，啊，咱红包虽然拢会提起寄邮局啊，是啊，邮局拢给我生钱啊，囝啊，拢生几块银啊，几块银啊，这摆应该是累积就成多了啊。啊，不过即摆时机歹啊，伊会算啊。那有时机足歹，你感觉时机足歹吗？有，我感觉足歹。有吼。你敢讲无？我当然爱欠伊讲，敢无时机敢有足歹吗？有啊。有影啦，今年时机真正真歹。对。歹有够多多啦。啊，真正即个讲哦，要趁钱的话，无无定机会通趁。对啊。对哦，啊那时机歹，时机歹了，讲哦，咱阴间嘛时机真歹呢。听讲吼，即摆若要看经营财报吼，你来栽培话吼，听讲嘛爱。各县市哈。无，每各县市啊，嘿，各县市即摆都有咧用诶。县市啊。推广迄个环保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即摆栽培啊，佮最近佮听人讲哦，一个消息吧，新闻有咧报上讲哦。诶，即摆咱要画遮哦，栽培吼那个祖先啊，啊是遮好兄弟啊，听讲会当开支票呢，真的吗？会当开支票去迄个地府银行领咧，真了无领无咧？系啊，足欢喜。真的勇敢，咱拢去银行领钱啊。对啊对啊。啊有钱嘛，就钱头领。啊，即摆无钱嘛，无钱头领。即摆有钱。啊，若讲要去借迄个贷款来用的哦，麻烦啊咧，连个信用拢走去啦。诶，啊是讲哦，迄天哦，我有看一个阿伯啊，阿伯伊讲哦，去迄个邮局啊，邮局的迄个提款
提款机咧领钱啊、嗯，啊，徛伫后壁面咧甲看，足奇怪咧。迄阿婆讲，诶，甲迄个提款卡弄入去啊，啊，伫试试试试密码，啊，徛有够久个咧，都领无钱咧。密码唔对吗？他说他的密码是错误的。是哈。结果啊，啊头甲探看卖，讲看迄阿婆迄个提款卡是啥物种个提款卡，无钱领无钱，无伊是无寄钱入去，是密码叫袂记哩。是啥物卡？结果伊是摕啥物卡弄伊提款机。哈哈哈哈哈！都有一张的那个健保卡，你可以摕唔着顶吗？摕伊个健保卡可以领下钱啊，那可以领有。对啦，但是嘛是摕唔着伊啊。无啦，可能是迄阿婆即马哦老啊啦，目睭看无啥有诶款，啊家提款卡唔知，当时对伊唔知，是讲迄阿婆嘛真厉害呢，伊讲哦迄种年岁差不多七八十岁遐吼中辈啊。伊嘛袂晓用提款卡，对啊，伊拢用遐时势哦，背起哦，提迄个假金箍啊，啊，搁个硬夹嘛，硬啊去领啊，哦，啊，迄阿婆嘛，那厉害吼，结果提健保卡去领，动不了多钱个，无啊，伊领钱嘛算得厉害啊，无你领钱的时阵啊，你拢走银行而讲，你拢是提簿啊去领，是提迄个卡去领，提卡。提卡卡方便嘛，对吧？卡来领，而讲佫会当寄钱，佫会当领钱。啊，我是佮来领钱哦。你会当？我无当寄钱哦，你无当寄钱哦。我无开通。可以啊。我没有开通。即摆邮局啊，邮局拢有开通啊。无开通啊。迄提款机啊。我知啊。提款机足方便的呢。对啊，可是我都无开通。咱个钱给你哦，第几个十万啊吼，会当摕去现寄落去啊。啊，我都无开通啊。你无开通，我无是吗？是可以的，是我拢无行，无去用啦。啊，是你耳朵，你钱耳朵拢无地头存。我是惊我，啊、我惊我开通吼会叫我入了。啊，那讲你会入了，你有这个开吗？无啊，讲、啊、你真个，你这个型的足轻巧的啊。我要去你无看的所在。你拢是开伫你身躯上无人看的所在，对啊。哇，你安尼用了伤伤人。你人都唔免安尼开啊，对。人的平常的保养就好了啊。我嘛是爱开啊。有啥物爱开？人都已经水水水干安尼了。我嘛是爱水一水水水水干水一水。摸摸的所在耳朵都是很美的啊。也是要花一点啊。皱纹那是人的年岁，身份拢一定会出现。啊，所以袂使让伊发，袂使让伊出现啊。重点耳洞，迄开嘛一个，这个时间耳洞短短的迄个保固期间，短短保固期间耳洞三个月就爱去冲一摆啊。无啦，无遐少啦。无遐短的时间啊，对，会当较长了，对了对对对，偌长。一年吧，一年哦、喔，系啊，冻较久哦、喔，系啊，你有甲我介绍一下，我嘛需要咧，真嘛，我嘛需要要整一下，哦好啊，对吧？看你要整什么，我你甲我讲，我再甲你老公。大部分你都是整哪里？就这边啊。哪边？这边外加较大、啊。哦，整这个嘴皮下面这個、下巴这里哦、喔，是肌肉多吗？嗯、有太多吗？脂肪多啦，哎呀哎呀，脂肪多，问题脂肪多而为啊，人你也从我嘛是较爱脂肪多啊，哎，你瘦啦，对，你是瘦瘦啦，啊，我是无同啊，我是不管你是抽脂的吗？无啦，我不管几时都是面圆啊，所以我爱去做一个啊。重点咱面若圆，较好上啊。啊，都有当时去上就无好看啊。啊，人查甫人嘛较爱这种面容爱小姐吼，好笑好笑这型的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哦。啊，不干，我是 gay。gay 吧。真爱骂的我。无讲啦，个人眼光不同啦。哦，对啊，有影是是啦。各个耳洞啊，看的角度嘛无相同。是啊是啊。为了爱那三条三条，为了爱面容安尼散散的安尼三角形的三角形。对啊对啊。为了爱面容啊，耳洞安尼伊圆滚滚的。是啊，圆滚滚也是耳洞，不要太滚了。哎呀，太滚就太大了。哎呀，太大耳洞就搭不上那个身体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哇，后来啊，我们这一位的小姐哈，哇，这个线条这美感也是真的很棒哦。没有了，还好啊。后来啊，这摆来北泡泡。又叔叔的吼，我们的小卢小姐吼，哎、欸，去甲变换一下服装。我已经跑高，我已经唔知要怎讲。带你去跑跑高，然后爱补充一下水分一下哦。我的世界有点窄，山不山啊路。
的情意一支小雨伞。应该唱这条才对吼。对啊，你会用的啊。你要唱五月情，也要唱那个一支小雨伞。我本来唱头一年，后边我就袂晓啊。咱两人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头一年后边我就袂晓啊。一支小雨伞。系啊，我还在念。好啦，阿哥，今天五月情意。今日耳朵这个地点真好啊。对啊。五六九，五月情意，五六九是五六九九。你想不掉去呀？拍谁拍谁？